那是哪里啊？武林高中。什么学校？第一志愿武大黄道。现在呢？在当医生。武大医生。对，我的侄子在武林高中。武林环岛、白道、中横、绿道、飘逸，非常开心，谢谢武警。感谢武警比赛成功，我们成功！哇！才刚刚开始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哦，哎，阿北人知道。我七十几了，我是台北成功路的资深。啊！这是那个武林环岛啊，来不及了，到处都是武林人。半个学长。我在念高中，你们还没有开始。哇！我是中原他们最强的男人。哦，60岁了，100公才可以跑11秒2啊！哇！我们一家阿里山的姑娘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，阿里山的少年宽如山。按得好啊！好，工作，祝大家小朋友，祝你们旅途愉快啊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代表中央山脉所有的动物来祝福你们啊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老师加油。谁呀？袁老师。我们是伙伴，我们是伙伴，我们是伙伴。谢谢，加油加油！哇，那就跟相声谢谢。哎呀，好强啊！加油加油！有这么荣幸来接待你们这么优秀的孩子，真好。我们也会把你的故事跟我们的小朋友，跟我们的主任一起分享。Spider。啊！我们在北横见过哦，你们都是不理我的那一群哦。我们在北横，你在北横见过哦。我们在北横见过哦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剩下5公里了。来了，没有理我。没有理我，你们从哪来的，小朋友？还是不理我，哪里来的？哪里来的？耶，阿姨都不理我。武林快到了，走走走走。加加加加加加加！加加加！从台北，知道一群要回去了，预计还有几天？10天左右，一天走28公里，差不多。对。要跑去哪里？全霞，加油！Come on.
遇见伙伴，来自复原，还有慈大。照顾，照顾，谢谢，谢谢，阿姨，阿姨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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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教你怎么买那台，买那台。这样录起来像两颗奇异果。哈哈哈哈哈！阿杰啊！黄老板，对不对？在睡梦当中被我一通电话call醒，而且他第一时间就接电话哦。显然他睡得没有很熟，因为今天公休了。是啊，我看到今天，我刚才看到傻眼。礼拜一上班时间是傍晚七点。等我跟他说，老板，我们是一群环岛的骑士，只要车子发生严重的事故，非常需要协助，请问你可以？这老板没听我讲完，好。爽快，老板。五零。环岛来到雾峰，遇见伙伴，热心帮助，感激不尽，回报社会。现在主播为我们报道的是武林队。
打，快来！哦，这个票，住的地方应该是在那个蓝色房子的旁边。身体健康非常重要，三地医疗非常需要，医疗人员辛苦了，真好真好。组长，晚安了，那打扰你。来到例行山中部落，非常好，自力更生，一起加油，十分艰辛，但是开心。来到花岗。遇到相亲，有你真好。阿妈，爱你哦！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爱你哦！是巴德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读康乐也在那个永安路那边。好，哦哦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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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没有希望啊？有，一定有。有有有有。谢谢。有有有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他是哪里？武林高中。哎，只有今天有这种机会哦。好，只有学长学长，这次我不想放这种机会。这边放放放在里面，放里面刚好。我也知道今天才收。我拿卫生纸要抛屋里没有。这两锅得来不易，怎么办到的？背上来的。啊，每个人都负担了一部分背上来的，然后得来不易，是因为这样缘故。里面很多人的爱心，我们最感谢谁啊？是我们。我们是伙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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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伙伴。对，晚餐，晚餐，好吃，好吃，想要吃吗？想，想要吃吗？想，不够，想，想吃吗？想。我们从哪来的？来呀！什么学校？武林高中。都怎么了？对。晚餐一定好吃。一定好吃。很棒。对。对。开动。开动。老师最先出声。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，你们这一期真的很厉害，时间之内到，然后呢，一路还有那么多力气讲些有的没的的话，完全没有增加任何知识的话。